神童贴中国，奥运金之最。2010年世界杯赛果纯孙，虽然已经不在人世啦，但好在找到继承者。我六月嗰阵贴咗西班牙赢欧国杯，今次奥运边个国家攞最多金呢？呢个包好好味喎，食多几啖先。神算食嗰个包原来代表中国噶，第二食嘅包先系代表老家俄罗斯。睇翻而家嘅奖牌榜形势，佢似乎啱咗一半啦。截至寻晚11点，中国已经立咗28金，以1金之差赢美国。神童估得准唔准？下个星期一就知啦。